Olivia Palermo 的穿搭简直无懈可击，什么造型都好美，好想变成她哦。Hello Miss L， 看你嘴巴张得那么大，是不是很想变身成 Olivia Palermo 呢？那么今天就利用 Fashion Icon 变身术实现你的愿望吧。哈哈，又群老师又要施展 magic 了吗？太好了。今年不管从春夏延续到秋冬呢，基本的白色系都是很流行的。下半身的部分呢，再穿上一个 A 字的裙装就会很可爱。我们先看到上半身的部分是合身的无袖雪纺上衣，上面合身的时候，我建议女生下面就可以宽，上窄下宽是一个很简单的跷跷板平衡搭配法则哦。那下面我们选择很简单的这个波浪裙哦，可以修饰我们的臀部，还有女生比较在意的大腿。那当然，千金上面的 look 很重要的就是包包咯，我们可以选择最容易搭配的黑色款式。那凉鞋系的高跟鞋，我建议大家鞋跟可以稍微细一点点，那这样走起路来比较带有女人味。以上就是今天的 Fashion Icon 变身术，希望大家以后不管在私底下或镜头上，都能像 Olivia 一样成为最引人注目的女孩哦。哇，那我也会像 Olivia 一样嫁给超帅的男模吗？会不会在路上遇到呢？Miss L， 这一点我可能帮不了你耶。不过呢，如果各位想要知道更多更新的时尚资讯，请务必锁定我们的 Miss L 完美时镜秀。我是佑群，拜拜。